大家好，欢迎收看7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石玉兰。新闻首先来看到号称全台暑假最盛大、卡司最强大的2023花莲夏恋嘉年华演唱会，5号起到9号，每天晚上7点将会在东大门夜市广场开唱。而第一晚原名摇摆夜，这是由动力火车压轴演出，县长许正卫也在下午为开幕做祈福，期盼演唱会圆满顺利。迎接暑假，也迎接来花莲的游客。2023花莲夏恋嘉年华演唱会五日起的每晚七点，将在东大门夜市广场热闹开唱。五日首晚则带来了原名摇摆夜，包含动力火车、阿豹、莫宰阳、伍思艾、彭奈等原名歌手都将在今晚登台开唱。除了原名摇摆夜，还有浪漫仲夏夜、大嘻哈时代、回蓝开唱、回蓝音浪，最后两天将邀请独立乐团，让夏恋嘉年华演出更多元。县长徐正卫也在五日下午到现场为开幕做祈福和敞刊，期盼活动圆满顺利，也欢迎民众来花莲度过热闹暑假。记者蒋邦彦，花莲市报道。